充滿阿拉伯風情的約旦，美達巴卻是約旦的基督教聖地。在城內的聖佐治東正教堂，床位的福藥在公元600年製造，由200多萬塊顏色馬賽克镶嵌而成的聖地圖。這幅聖地圖很清晰地展示拜占庭時期的巴勒斯坦、埃及、尼羅河、約旦河、巴達拉古城，還有耶路撒冷、耶路哥等地的地理位置。即使經過1000多年，圖案的顏色依然很鮮明，故美達巴城擁有這幅馬賽克地圖，一舉成為聖地，並被譽為馬賽克之城。